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 Brosphere 罗巴少的海贼王啊。好，今天是嘉宾特辑，更新了九尾狐果实啊。这次我们就来交易永久九尾狐果实吧，价值4000R的永久九尾狐，非常的贵，看一下可不可以换到实体的九尾狐果实。4000R， 目前最贵的果实。好，在我仓库了吧？非常的漂亮，这果实，那特效。这普攻的果实非常少见，还蛮好用的。那尾收玉，哇，非常华丽。今天我们就来花一整天来交易吧。永久九尾狐，希望可以换到实体的吧，或是加上一些爆，那是越多越好了。有一颗已经不错了，好吧，我们就去看着。好，下一下哈，永久九尾，重力爱，痛苦，二海应该是耗不到好果，都比较新手。我看看你的家产，这个红果。OK， 拜拜。这里新手比较多，700多等。好吧，应该是比较难换到好果。我们直接去上海。Day， Let me see， 龙果，诺诺，传送门，再见。哦，这个人有九尾。OK， 逛了这么久，终于遇到一个有九尾，他又呆住了。雪雪传送门，好像只有百万股，好吧，拜拜。那目前最好的是龙骨了，连爆都没看见，不要说九尾狐果实了。龙骨控制，控制蛮常出现的。暗影，哦，母马象，哦，毒液，这也是没有满等的。哎，还是一个毒液红骨。OK， 看得出来你尽力了，滑进去了。哦，哦，被打死。我见过十连杀，可以啊，非常的大胆。母马象，什么一句？毒液，猛犸象，暗影，大混战，好吧，这就是他最好的了。OK， 哦，九尾果实，这么多人交易，我看一下这个龙果，灵魂控制，暗影 ，OK， 这个呢 ，Davi 07。1727的，他只有百万国，好吧，痛苦传送了。然后这个是闪闪，还挂机吗？ Nope. 直接跳走。B P P， 什么意思？那大佛是吧？我可以给你大佛，好吧，送你大佛，大佛换传送吧，还不错啦，差不多这个价值。三个好像在摆摊一样，这没有要的故事。到底谁有实体局位？豹哥，豹哥，你走，豹哥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没人，生意惨淡。2016，大佛，看起来蛮新手的。他用的是最旧的雷电拳，毒液，暗影痛苦。你要什么果？哦，他要龙果 ，face。最后给我一个爱，好吧，抱歉我没龙骨。悠悠，灵魂大佛，直接把他吓走。看一下我什么骨，哎，我有龙骨啊，我以为我没有龙骨，抱歉。我跟灵魂还蛮多的，毒液3颗，暗影1颗，诺诺重力，我到目前还没抽到猛犸象啊，还有爆骨也是没有，控制我也没有，或野生岩浆。这不是野生，被遗弃的岩浆，被他捡走了。看一下给我交易什么，音乐，爱，吓一吓他，他呆住了。什么这人这么善良？这也是这么多人，哇，这个人的外形，他没坐下。
还有什么？哦，它绝味果实，它应该会有好东西吧？绝味果实吗？永久绝味。哦，爆果面团。哦，痛苦 ，no， 两个痛苦，让我感受痛苦，好吧。终于是见到爆果了啦，但是还两颗百万，太行。这绝味啊，全部人都过来了。啊，这个为什么避开我 ？Nope， 他躲着我。这果实吓到人。OK， 快走。我看一下实体果实，实体的九尾。这个灵魂，看一下有没有考果。他还是呆住了，他应该是没有其他果实。接受了，拜拜。哇！一抽身就捡到黑暗，笑死！哦，被遗弃的弹簧果实。哇，这边平仓弹簧，两颗弹簧，弹簧一直被遗弃，好惨。好，这个有黑刀的应该不会太穷。哦，补偿一个。永久烟雾，永久旋转，三个太廉价了。果仓还可以看，音乐是什么鬼？他要九尾狐哎。哦，暴暴龙龙控制，好吧，他也没有九尾狐。那我看看你的九尾狐。哦，永久旋转，永久切，黑灵魂毒液。这应该是他最好的了。Kiss me， 我也要九尾，我要实体九尾。他也没有，他也要。两颗龙啊，一颗豹，还一颗忘了是什么，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吗？不对，那果仓好像更好。还是永久烟雾没什么用，还有永久旋转，都蛮廉价的。HBR， 龙果，龙果，面团。传送门，有一颗百万果。这个呢 ？OK， 两颗控制。嗯，叫我好友 ，Please， 这是哆啦 A 梦吧？多可爱啊，哆啦 A 梦。OK， 毕竟这个果实也刚出，不到一周，没什么人有哎，太稀有了。现在价值也是很高。好，我们继续寻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实体。面团。灵魂，猛犸象，哎，怎么这么熟悉？我是不是给他教育过？他很自然，他是太矮哦，我还坐在椅子上，他是站在椅子上，笑死！他大佛是吧？面团换大佛，吓一吓他。哦，他传送了，好吧，就送你一个大佛。我还用面团换大佛，那果实还挺好的，猛犸象。两颗，虽然只有1742等的，还挺多红果的。好不如把你最好的端上来。Lost Sayer， 龙果，他自己离开了。哇，九尾，可以骑上去吗？他不是海军，骑不了。Let me ride。他蛮少看到。绝味的，全部人都要骑他。这人就叫大佛，这么可爱，用爱国换大佛。好了，送你了。交易出去的都是大佛。哥，你不是拿了我的大佛吗？就把我大佛还回来。把你的爱国还给你。他就离开，笑死！有人交易 ，D O M， 妖狐 ，Nope， 他不要跟我交易的、啊，玉马，龙王，哦哦哦哦，三个豹出现了，
但是还没有爵位，还蛮可惜。他要永久诺，好吧，没有，没这种东西。找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实体药护果实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就留给我的观众啊，留言区抽吧，也是一样，留下你们的 ID， 然后要是会员才会中奖啊。这个永久药护果实。OK， 今天我们先交易到这里吧。找了这么久啊，最好的好像就是三个豹一个龙啊，然后实体妖狐没看见。今天我们先玩这把，谢谢大家收看了。如果喜欢的评论就丢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